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学习单元衣服第二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雨衣，雨衣，睡衣，睡衣，手套，手套，围巾，围巾，围裙，围裙。背心，背心，羊毛，羊毛，棉，棉，赤马，赤马，款式，款式。图案，图案，袖，袖，袋，袋，墙，墙，短，短。大，大，中，中，小，小，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哋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好快你就会学到好多中文字噶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。拜拜！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 ，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同埋请我饮杯咖啡啦～